非常感谢，是 Charter TV 的节目主持人。今天我来主持我们天下摄影节的记者招待会。首先我们来介绍第一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菲贝国际集团营运总监兼中国女性杂志执行总编辑叶卓子先生。共同主席，大会共同主席叶秉琼先生。协勤社区服务中心会长周关美兰女士。多彩摄影学会会长周宝峰先生。大会共同主席傅长平先生。多谢。我讲讲是关于参赛作品的参赛办法和呢就是几方式。咁我哋好歡迎大家咧係踴躍咧係參加呢個攝影比賽。咁大家嘅作品咧係可以喺下個月六月八號咧之前咧係郵寄去18号 Temple Avenue 啊，18号 Temple Avenue 係315室嘅 Suite 315嘅喺多倫多。咁或者佢哋可以咧係電郵咧係去。photocontest@cscenter.org 咁呢啲具體嘅地址咧同電郵，一間我哋會喺新聞稿裏邊咧俾啲大家或者啲同記者嘅朋友嘅。咁而每幅嘅參賽作品咧係交個係$10嘅報名費，咁呢個報名費只係作為咧我哋係好基本嘅行政費用。咁而我哋將所有係嘅費用咧係參賽費用咧全數咧都係撥俾係協群社區中心咧。作為社區服務發展的用途嘅，咁所以大家請將個支票代購咧就寫俾我哋協群 Support Enhance Access Service Center Support Enhance Access Service Center。咁我哋嘅大會嘅評判咧，籌委會咧喺6月10号咧就會喺協群社區中心咧係評選，咁個結果咧係喺6月12号咧就會公布嘅。而好似頭先任生講咧，係頒獎典禮咧係6月27号咧。是在太古金望前舉行的，歡迎大家是踴躍是參加，幾一方面呢就可以表示你的才能，另一方面呢就可以為社區做事。多謝。